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6面，576面。从第一行看起，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，皆由彼佛于因地中求得大愿，于无量劫积功累德，以至于成。这几句我们前面学过，但是还需要补充啊。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啊，他是做过王，舍弃过王王位，出家修行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。我们有理由深信释饶王啊，这国王的名号肯定是菩萨再来啊，绝对不是凡人啊，菩萨再来。那么肯定是大乘开了悟的菩萨来作此示现啊，否则的话呢就不太可能。那么从这个经上看呢，那就更相信呢他是佛菩萨再来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于无量劫积功累德，那无量劫就不是无劫了啊，可见得不是如来再来，也是法身菩萨尘缘再来的啊，所以依之于尘啊，他才有这样殊胜庄严的果报啊。那么同时呢，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修行的，跟佛决定有殊胜的因缘。大乘教上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能够相信能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是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有很深的缘分啊。他听到名这个名号才能生欢喜心，所以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啊，是偶发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啊，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啊。同时我们想到这么多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能够认真修行，这个功德就越来越大啊。那么阿弥陀佛无界修行，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到现在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界啊，就是这一段期间呢已经是15劫了啊，从极乐世界建立啊到现在15劫了。
这世界里面多少众生在极乐世界成佛，这个功德还得了吗？所以累积这么多的功德，弥陀才有最为独胜啊，才得到这种加冕，才有真正有力量啊，摄受一切苦难众生啊，也能够化解一切灾难啊。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，凭空发个虚愿就能成就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肯定想不通的 啊！所以看看阿弥陀佛发一个愿，讲一句话啊，人家从这个经上看就有十五劫啊，修自行化他的功德的累积啊，这是他能做到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今天无论做大事小事，要不累积功德怎么能成就？我今天发个心想做什么事情就能成就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必须也要像佛一样，佛这是办大事，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事。啊，所以他累积无量劫的功德啊，到发愿极乐世界完成，到今天是十五劫的功德。这个十五劫是专修净土，专门成就极乐世界啊。世界当中戒引多少人，成就多少人，这个功德都伟大啊。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信心就不腻了，就不会退转了啊。一般人没有这个认知啊，虽然读的这些文呢，这个意思都见不到啊，只看到经上写的表面意思，意思里头还有深意，没有体会到啊，所以疑惑不能断，信心不能坚固啊。学个三年五载，信心退了，动摇了，甚至于还有学个二十年三十年也退心了，五十年六十年也退心了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不稀奇啊。我们了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没体会到啊。这一句于无量劫积功累德，不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？啊，阿弥陀佛修行已经经历无量劫啊，无量就是无穷大，在这一次他做国王，弃国捐王啊，跟着自在王如来学佛出家了啊，他有法号叫法藏比丘。那人家已经是无量劫积功累德了，这个无量劫加再多也是无量劫，减再多还是无量劫啊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就，别人为什么不能成就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无量这两个字明心见性就得到了啊，明心见性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你就进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那我们想的，我们没修那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有没有修多长时间，你自己不知道。
你见性就知道了。为什么见性？徐命通现前了，三明六通啊，过去生生世世你全晓得了，到那个时候才知道，哎，我也修了无量劫啊。啊，你现在不知道啊。啊，现在会退心的是语言不足。啊，善道大师讲的好啊，总在遇缘不同。啊，遇到缘好，啊，有善知识把这个事情讲透了，你明白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没有透，总是有疑，有疑就会有退转。啊，到深信不疑的时候，才真正不会退转。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如如不动啊。阿弥陀佛，于此无上恩德，普施十方无有穷尽呐、啊。佛也感恩呐、啊。啊，佛在未成佛的时候有老师啊，有父母，有善知识，有护法了，他才能成就啊！啊，他都感恩，我们能不感恩吗？啊，你真正明白了。这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与我都有恩德，都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吃这一餐饭，米从哪来的？面从哪来的？蔬菜从哪来的？你就想想多少人的成就。啊，那个成就要往前面算，哎，这些人成就了，他父母把他养大的，他父母还有父母，你就晓得那个恩德的之广啊，说之不尽呐、啊！啊，这一推广。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众生成就我们一餐饭了，啊，现在人饭吃下去了忘恩负义，不知道恩德了，没有感恩的心啊。啊，佛门还有个样子，吃饭之前还喝掌去，念念供养咒，还有个形式样子，这其他的样子都没有了。啊，如果对这个理没有参透，这种喝掌供养是有口无心的。啊，那个力量很薄弱。啊，比没有的好，但是力量薄弱。啊，力量怎么产生的？都在念头。你的意念真诚，真诚心感恩，那个力量就好了。啊，你看，他把他无上的恩德普施十方，这是报恩呐。啊，这恩怎么报法？施恩的人不需要你回报啊，施恩的人希望你长大之后，你有能力之后，辗转教化，让正法久住世间，永无中断，普度众生。人家愿是这个，我们也发这个愿，我们也行这个愿，那就是真正报恩者。这个不是假的啊！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。
弥陀恩德，广大深远，言语难明啊，说不尽呐、啊。下面是个举个比喻，譬如身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穷界说之也不能尽，故云不可胜也。啊，说不完的。诸佛菩萨念念是觉悟一切众生，只有觉悟的人真正随顺心得，决定没有违背啊，心得是真善啊，人心本善，这中国古圣先贤说的。啊，所以决定没有恶念，没有恶口，没有恶心。啊，还有这种行为，啊，特别是念头，还有恶念。就错了，就不善了，违背了心得。啊，违背心得就是作恶。啊，佛经上的文字也常常用恶作，恶作跟作恶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恶作里面第一大恶就杀生了。啊，所以你看戒律里头，无论是在家无戒十戒，出家的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啊、菩萨戒，第一条不杀生。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？那就是说，杀生是第一大恶。啊，尤其是杀人。那叫什么罪？那叫地狱业。你造了地狱业，你就得感地狱的果报。啊，杀人的罪最重。其次就是杀害畜生，啊，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不懂这个道理，杀害了多少众生？啊，人没杀，可是畜生杀了不少啊！你每天吃肉，我都杀生啊。啊，不吃肉了，吃鱼，鱼也生，它是有生命的啊。啊，不能说吃鱼就不是杀生啊，一样杀生啊。水族啊，啊，水族的头是龙王啊，你跟他结下了大怨啊。啊，所以大臣。经典里面佛说，不食一切众生肉，啊，这是佛门第一大戒，啊，那么世间人，有权有势力的人，发动一次战争，不管什么理由，都是造地狱业。啊，在战争死难的那些灵魂，我们能想象得到，
他现在在哪里？他现在还在战争。我们这个年龄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们十几二十岁，正是祭祀的时候啊，兵荒马乱了，那战争的影子，我们印象太深了。啊，有时候做梦啊，还在逃难了，还在打仗了。让这个我们就明了了，那些在战争死难当中，他永远在战争，他没休息。那为什么？他脑子里没想别的，就想战争。啊，所以发动战争绝对不是好事情。啊，不论这个战争是胜是负，全是地狱，非常可怕了。啊，你如果说是帝王，为了拓展他的疆土，扩大他的统治，不用战争做得到啊！中国有经验，有历史啊！啊，你看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这些人，不用战争的方式啊，他用什么方法来扩大他的统治，巩固他的政权？他用道德。他用教育啊，文化可以巩固政权呐、啊，文化可以统一。为什么不像这样做？啊，像这方面做，那就是知愚知善了。啊，中国。圣贤帝王统治国家的一部宝典，中国人都知道《四书》啊，《四书》头一篇是《大学》，《大学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愚至善。”啊，他不主张用武力。啊，他主张的是用仁义道德，感化百姓呐、啊。你这一个人都行仁义道德，就唤醒了邻近国家向你学习。哎，你不必自称为天子，他尊称你为天子。啊，他愿意归附于你，啊，听你的教诲，听你的指导。那不是用武力啊，啊，用文化了，用道德了，这就是知愚至善。啊，用武力吓唬别人，用势力权势压迫别人，啊，人家不能不服，他心不服啊，表面上服你，心不服啊，你用仁义道德，人从内心服你啊，不一样啊，啊，这些真理。古圣先贤传下来，可惜现在人不读了。啊，现在人不接触这个了。啊，搞科学，
非常可惜，科学的路子错了，走向了自私自利。啊，那造的业就更重了。啊，造业重，果报就重啊。果报没有现前，花报现前呐。像我们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灾变异常，这叫花报。啊，三途是果报，地狱畜生恶鬼是果报。啊，那么现前花报不好，果报就很苦了。啊，花报美好。果报在人天呢，啊，人天、四王天、忉利天是地聚天，啊，他受这个世间社会影响，大概夜魔以上。他不住在这个地面，影响就少一点了。啊，住在这个地面是难免不受影响。所以今天真正知道啊，积功累德，真正知道啊，依教奉行。啊，十善业道要做到啊，三规五戒要遵守啊。真明了，真相信，把这些东西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。你要不念佛求生净土，你肯定升天。升天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你一定是在业魔以上，不会在忉利以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是真好人呐！啊，读书明理，学佛是更明理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要不然学佛干什么？啊，彼佛，阿弥陀佛，住真实慧。故能施真舍之力，这个两句记住要学。你没有真实慧，哪来的真实力？住真实慧，你心里头有真实智慧。那真实智慧怎么求呢？人人都想要啊。啊，佛教了我们一个方便法，我们世间人都想发财，都想有聪明智慧，都想健康长寿。佛教导我们这三样东西，小事不是大事，你很容易得到，只要你肯干，你马上就得到。啊，财富是果报。财布施是因，你修财布施的因，你就得财富。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，修法布施一定得聪明智慧。我们喜欢学经教，喜欢为人家讲解经教。这叫法布施啊！啊，这个得什么果报？聪明智慧啊！啊，无为布施，别人有恐怖的时候，你帮他解除困难，这叫无为布施。啊，日本遭这次灾难，我们听到很难过。啊，有这么一个缘分。啊，
鸠山前首相写一封信给我，希望我到这边来讲经，帮助化解灾难，这缘分呢？那有这个缘分，我们当然要来。确确实实，释迦如来当年在世，帮助一切众生化解灾难，就是教学。佛，释迦佛。由这种智慧、神通、道理来帮助大家化解灾难，它不是一时修行的。梵王经上，世尊自己透露了一点信息，告诉我们，他九缘界就成佛了。这一次到这个地球上来做事业，就是3000年前这一次。是第8000次了。那我们也晓得释迦佛也是于无量劫积功累德。他的愿力，他的信心，他的智慧，才真正能够加持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没有别的，你好好想想，现在我们大家拒绝佛教，不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不跟祖宗学，不跟圣贤学，把上面通通都把它撇在一边，问题出来了。这是中国古语说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把老人统统排挤出去了，不听了，那现在吃亏了。吃亏还不就，还觉得自己没做错，那怎么办呢？还得吃大亏。吃到最后自己完全没有办法了，再回头呢就找老祖宗，再就磕头忏悔，求老祖宗原谅。老祖宗真原谅你，这不是假的，老祖宗绝不记仇，绝对不会怀恨，老祖宗这是怜悯你，你很可怜，你愚痴，你不听话，到那个时候你才意想不到啊，老祖宗怎么这么慈悲呀？我做那么多坏事，他都不怪我，真的，一点都不怪你。只要你回头，你好好听话，社会可以恢复和谐兴旺，灾难可以恢复正常。灾难就没有了，真实慧眼才有真实的利益。普令众生显入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是自性，显入真实之际就是回归自性，在净宗法门里面就是回归常寂光。四土最高的是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就是真实之心。故其恩德了，无有穷极，说不尽呐。我们要常常存感恩之心。感恩佛菩萨，感恩古圣先贤，感恩祖宗，感恩一切众生。每一个众生都是成就我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的恩人。
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要做一个真正报恩者。真正报恩就是依教奉行。经书不能不读，教理不能不明。戒行不能不遵守，这真正报恩者。个人保持永远不跟别人冲突。他跟我冲突，我随顺他，不跟他，就是绝不对立。这是佛法修行的第一步啊。团体决定不会跟团体发生冲突。发生冲突什么原因？同时争名夺利呀。我们不要名也不要利，冲突就没有。你也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受到伤害都是名利上的事情，我们名不要了，利也不要了，所以你就永远不会受到别人伤害。因为别人伤害没有，不能伤害你的法身慧命，最严重的是伤害身体，我身体也不要了，你还伤害什么？伤害不到了吗？我这个身体丢掉之后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你伤害不了我吗？所以什么都不要的话，你就什么伤害都伤害不了你了，这一招好啊，太圆满了。诸佛菩萨皆如是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跟世间人永远不冲突，就是说没有利害关系，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我要的他要我就欢喜了，好啊，我要的什么？天天读经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我就要这个，其他我都不要。你要跟我一样好啊，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做个好同参道友啊！念老讲到这个地方，他这个经本子变成四卷注解，这第三卷圆满。下面呢，这是第四句。577面。第四句。第四句从30品到48品。末后为后记，再记即附录。那些参考资料。他前面有一段介绍，第四卷本卷重点，注解这一卷是最后一卷，就是末卷。重点呢，有5点，第一个是集前第28品，大肆神光。第29品，愿力宏深，明极乐菩萨的愿力，修持真实功德，行愿得满，诸佛共赞。皆明国土安乐清净，受乐无极，痊愈往生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
啊，再次强调极乐世界菩萨的愿力，勉励我们呢，我们要有真信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怀疑，我们把这一生的机会呀，当面错过了。啊，那这是我们一生呢，所作所为真的错了了。啊，这种机缘，开经记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遇到了。盆基前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因缘，无量劫来稀有的一天我们碰到了，你中了头奖啊，太不容易了啊。遇到这个机会有什么好处呢？非常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成佛了，这是遍法界虚空界声闻缘觉菩萨天天做梦希求而求不到的，我们遇到了。他们想求遇不到，我们今天遇到不想求啊，你说那些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是怎么个想法？啊，这个机会遇不到，再把遇到的话，就非常可能一生究竟圆满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死了再生。没死啊！你在临命终时没断气，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你跟你家亲眷属告辞，佛来了，我跟佛去了，活着走的啊！走了之后把身体丢掉啊！啊，所以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。啊，死了也能去，那是不是真去没人知道。啊，活的时候跟大家说明我看到佛来接引我走了，真去了，那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们这一生不争别的，就争这一招。啊，为什么其他是假的？没有一样东西你死了能带得走的。这个是这不死啊，那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这个身是血肉之躯，到极乐世界换个身体啊，金刚不坏身呐、啊，啊，相有无量好，相好光明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啊，有遇到这个缘，你就有机会去争取这个真实利益。啊，你遇不到这个缘呢，你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极乐菩萨，啊，他们的愿力就是弥陀四十八愿。弥陀四十八愿他们圆满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弥陀四十八愿加持，享他老人家的福，自己怎么样？自己要认真修四十八愿啊！认真修持就是底下这一句话，修持真实功德，行缘
得满，弥陀是行愿得满。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，时间长短不定，但是个个都会行愿得满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弥陀赞叹，诸佛如来共赞，没有不赞叹的。啊，赞叹佛老师善教啊，又赞叹这些学生善学啊，都成功了，都达到老师的境界啊，老师欢喜。这诸位想想，这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想去了，这世界你还能不学吗？有一样东西学不了，就是一重障碍。啊，在现前障碍你开悟。临命终时障碍你往生。啊，你要晓得那个一个妄念有这么样的厉害，我们就赶快学掉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充其量我就要这部经，我就要这个佛号。啊，除这一部经，除这一句佛号，我别的都不要了。啊，还揭明附带，还说明国土安乐清净，前面说了很多，向下还要说受乐无极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劝导我们，小玉我们一定要求往生。啊，你不求往生你就错了。啊，第二点，对境行慧。啊，西方是净土，真净呐。两个一比较，我们是秽土，秽土是染污，严重的染污。50年前，这半个世纪，我们没有听说地球染污这个名词，没听说过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听说过这个。啊，最近这50年才出现这个名词。啊，生态环境染污了，地球染污了。啊，才有这些名词出现。这个名词出现，说明这个染污已经很重了。轻度的染污没感觉到，啊，到严重的时候要发病了，这才发现。啊，你想灾难？从前是有，哪有这么多啊？啊，同学们给我送了一个表给我看，最近3个月，3月、4月、5月，这3个月90天。多少起灾难？200多啊！啊，没有内容，光是新闻标题，这一行是一个标题，这么一大堆，好多章啊！啊，双面印刷了，两面都印到的，200多起。每一天平均
两期到三期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啊，这是异常现象啊！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，而且都是严重的灾难。啊，地震都是六级以上。啊，在此以前以往，三四级就不得了了，叫大地震了。现在大地震到九级。啊，海啸。啊，火山爆发，南北极的冰快速融化，地球上海水上升，还加上瘟疫。啊，最新发现的这个瘟疫还没有药对治，听说。病一发久，大概4个小时，人就死了。快呀！啊，到处传染了，麻烦很大了。啊，所以你看，佛在这个经，这佛3000年前讲的，痛斥浊世苦，啊，浊世无浊就是染污。啊，这种染污是果报啊。因是什么呢？因就是恶苦，恶是食恶业。啊，完全不懂得舍善。认为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都变成他们的享受了，啊！以作恶为享受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感召的这么苦啊！啊，佛把这个事情说穿了，教我们舍恶，恶是因呢，恶是杀盗淫妄酒，啊，就是无戒。啊，决定不能杀生，不能偷盗。这个不能偷盗就是，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。这个要懂，占别人便宜了一念，那叫盗心，那是偷盗的心。啊，在大乘菩萨界呢，已经犯戒。你虽然还没有行为，菩萨界是从心论心不论事。你只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就犯了。啊，跟小乘界不一样，小乘界是论事不论心。你心里怎么想没有关系，你只是事上没有犯。所以菩萨界比小乘界难修啊，他起心动念呢。啊，那菩萨的清净，阿罗汉就不能比。菩萨是真清净啊！啊，净宗是大乘，不是小乘啊！啊，去啊，舍无，那就是严格的遵守五戒十善。啊，这样怎么样？去无痛，无痛是花苞；立无烧，无烧是果报，无烧就是地狱。啊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。那无痛是我们眼前的灾难呢、啊？
啊，眼前是种种灾难带给我们的痛苦啊，所以这叫花报。花报不好，果报就严重了啊！我们能持无戒，能行十善，我们的花报就好，果报就更殊胜。啊，劝修十善，啊，佛菩萨教人先修世间善法，啊，十善是通世间善法的，啊，像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都是世间善法，要认真学习，不可以好高骛远，啊，基础。没有修成，大经大论都落空了。啊，你怎么样去读？啊，怎么样去讲？说得天花乱坠，没有。为什么你没做到？做不到啊！还不如老老实实修无戒十善，修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堕三途。啊，你天天讲经教学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一样堕地狱。啊，你是口善，心行不善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重重悔免，悔是教诲，免是勉励。令持精戒，度脱其身。啊，精是明理的，啊，是端正心念的根本。啊，戒是约束我们行持的，啊，就是身口。啊，要能够持戒，把戒律都能做到。啊，持戒也不容易。啊，戒律里头的道理要是不清楚，往往你凑合意思。啊，这古人讲，死在戒条之下。啊，那不是真持戒。啊，要知道佛法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它是活活泼泼，它一点都不死呆板。所以每一条戒律，你一定要懂得。啊，开戒吃饭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开源？那是开戒。不是破戒啊，你必须要开，为什么？利益众生。那没有开源，你一定要遵守。啊，你要懂得什么叫吃，什么叫饭。啊，开戒吃饭这四个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条条戒律都是的。啊，然后戒律对你一点拘束都没有，你在戒律里头得大自在。行善、言善、行善。啊，大乘戒律里头的基本精神，一定是把它摆在第一。自己摆在后面，小乘戒反过来，小乘戒是自利为主，利他是附带的。啊，大乘戒没有自己，所以把利他摆在第一。招辗转烧通之报，
在下面的几品经里头啊，底下这一品菩萨修持啊，这一品经内容很长，接着讲真实功德。啊，后面接着说，我们现前所造作的三毒是贪嗔痴，无我是杀盗淫妄酒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在造？在冷静地观察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是不是普遍都是造这个业？没有人说这是错误的，只有佛经上说它是错的。所以现在人不要佛经，不要佛教了啊！为什么他就可以大胆去造了？没人讲他了啊！把佛踢到一边去，他是迷信。啊，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假的，贪嗔痴有什么不好啊？哪个人不贪呢？啊，所以他还振振有词了。我在香港前几年，啊，香港的记者，电视台的记者来访问我，就问我一个问题。他说，世间人千百年来都传说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不为自己天诛地灭。我告诉他，我说这句话错了。误导了很多很多人啊！我举例子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为自己，天也不诛他，地也不灭他啊！孔老夫子一生不为自己，你看天没诛他，地没灭他，然后我一生不为自己，老天也不诛也不灭我。一句话了，错结了啊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乱。言语不能不谨慎呐、啊。孔子教学把言语摆在第二位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叫言语，可见言语重要。啊，千万不要误导社会，不要鼓励人去造业。啊，今天都认为鼓励大家造恶是好事。啊，要把他的欲望引起来，啊，让他才有消费能力啊，喜欢消费啊，社会经济才会膨胀啊，啊，才会提升呢、啊。都是这概念啊！现在确实效果出来了啊，大家的物质生活确实提升了，可是道德没有了啊！为了要把经济搞上来，把伦理道德给消灭掉，你们想想这当中的得失。啊，你得到的是眼前物质上的受用，你丧失的是精神的快乐，没有了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活到麻木不仁，不像人了。
每一天追求物质享受，那就是吸毒打吗啡。他真有乐处吗？他很痛苦啊！这个痛苦是花报，叫无痛啊，是花报啊。果报呢？果报将来都在三途地狱。这一生做人的时间不长啊，短短的数十寒暑啊，落到三恶道的时间长啊。三恶道你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很不容易啊。以人间的时间来算，堕到畜生道，一二百年出来。算是快的，堕到恶鬼道就很可怕了。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，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，所以我们人间初一十五去供鬼神，有道理啊。一天嘛，中午晚上嘛，供斋嘛，供饭嘛。一个月是我们人间。我们对他的一天，人间一个月，我们一年恶鬼12天，他也是一年360天，他活多长呢？1000岁呀！你就晓得这个鬼道再到人间来不容易，那地狱道时间更长了，地狱种类太多太多，时间时差很大。早年李老师在大专佛学讲座介绍地狱，他用一个是最，好像是最少的，地狱的一天，人间1700年，中国人号称5000年历史，在地狱不过是2-3天。你就晓得多可怕。地狱里面也有比较早一点出来的。地藏王他菩萨去救他。那是什么？全都是学佛的人，佛法修得很不错。最后一念错误造地狱业，堕地狱了。这种人因为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种子，有善根，菩萨去救他，帮助他，他容易觉悟。他只要一觉悟，就离开地狱。他要不是觉悟，地藏王菩萨也没办法救他。六道里面这些情况，业因果报，只有佛经讲得透彻，讲得清楚啊。道教里面讲因果，果报讲得多。但是什么原因堕这个堕到地狱去比较少，没有佛经讲的详细。这两个可以合起来看。佛经里面讲到地狱，有20多部经典。我们也找了一些同学发现，统统把它抄出来，编成一本。书名我给他提，佛说注经地狱纪要。你看这本书就是大藏经里面讲地狱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全部抄在这里头，比道家的玉律宝钞详细。
啊，特别是把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果报啊，说明白了。啊，这是切知至苦之有，付出付事处苦之方，这是佛慈悲啊。佛把你为什么堕地狱，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，然后告诉你什么方法能够出地狱。啊，这一些方法都是原理原则，对我们现在都有效。我们现在遭的困难、果报啊，用什么方法来超越这个苦难？啊，原理完全相同啊，铲除业障。我们遇到灾难，一定要修忏悔法了。你看中国历史啊，中国历史在全世界是最完整的啊，历代的帝王啊，每一年每一个月份发生的大事通通都有记载啊，从汉朝开始，汉书啊，一直到清朝没有中断过。国家要有个重大灾难的时候，皇上啊，他带领大家忏悔啊，首先自己你看斋戒沐浴啊，至少是3天不上朝了，就不处理公事了，反省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，他个人施政的政策上有什么错误啊，改过自新求上天怜悯，化解灾难，那真有效啊！啊，至诚就能起感应的作用啊！但是现在人可怜了，现在灾难现前啊，做帝王的人不相信。这是自然灾难，与我们没有关系，那就得受吧。啊，古时候做帝王，人民有灾难，帝王说这个灾难是我给他的，我做的不好，招致灾难，让人民的受苦。啊，他有这个想法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灾难先前的事，这是自然灾害，与我不相干。这个差距太大太大了。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再相信感应。啊，不再相信忏悔祈祷能改变外面的环境，他不相信了。啊，幸亏在这个时候，啊，科学家发现了，集体意识的祈祷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这个能量足以可以改变地球，啊，这些灾变。
这是最近科学家发表的。东京的江本博士听说昨天打电话来找我。他的水实验就是做出很好的贡献。琵琶湖一个湾，琵琶湖是日本第一个大湖啊，像海一样啊，面积很大了。我们中国五个湖加起来比不上它。有个海湾，海湾是死水。这水流不流通。20多年了，这个海湾很脏，脏乱，气味很难闻。他就用这个来做实验，找了350多个人。请一个老和尚，他告诉我90多岁的一个老和尚，带领大家了。在这个水边祈祷，让这300多人的时候，他祈祷1个小时，在1个小时当中啊，不要有其他的念头，就通通放下，连手机也不要开，大家就想一桩事情，所以他很简单，就想湖水干净的。湖水干净了，就起这个念头。我爱你，湖水干净了。350个人，老和尚带着就念这一句的咒语，就念这就是这就是他的咒啊。念了1个小时啊，过了3天，湖水真干净了，气味没有了。这很震动啊！日本媒体都去采访。电视也报道，报纸也报道这个事情，保持多久呢？6个月，我跟江本先生说我说你每2个月去祈祷一次，他就永远保持了，这个事情要真干，不能休息甚至每3个月去一次都行，因为他一次祈祷能保持半年嘛。你每3个月去祈祷一次，1年4季，每一季去做一次，这水就永远干净。这个里头更重要的意思，告诉社会大众，祈祷是有效的。湖水，你看肮脏。气味难闻，它还能恢复正常。那我们相信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都会把它制止。为什么不干？佛教给我们处苦之方。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了，长期的方法是讲经教学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4年，接49年讲经教学，那是天天为我们祈祷啊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。果报就是离苦的路。佛经处处都在劝人。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让我们念念知道回归自性，自性是本善。中国老祖宗说人性本善，这个善是广义的，
啊，五伦是善，五常是善，四维八德是善。啊，佛的教戒里面，十善是善，三规五戒是善，三合六度是善。啊，普贤十愿是善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善。啊，这都是自性善了、啊，啊，自性本善了、啊，啊，如果我们极力来提倡，大家都来学习，都把这些善念、善心、善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处事、待人接物，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一片祥和。啊，人人在这一生都能度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是善呐。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了，灾难是不善感召的。啊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出苦之方啊。啊，这个地区有德行，有声望，得这一方群众拥戴的，找这个人出来带头，会产生很大的效果。啊，一个人带动这一方，这一方就善了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在日本要真正能落实，我说行啊，天皇带头就可以了，啊，日本就得救了。还有第二个人吗？第二个人我不知道。啊，谁有这样的声望？啊，有这样的德行权威，啊，得到全民的拥戴，他带头就很容易。啊，中国古语所说的一人有福，叫带动一物啊。啊，这一个人有福报，啊，这个福报如果一展开，这一个地区人都有福了。啊，大家都在向他学习，个个人有福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它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他会看呐、啊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都尊重阿弥陀佛，都向阿弥陀佛学习。啊，跟阿弥陀佛学什么呢？学四十八愿呐、啊。到极乐世界修什么？修四十八愿呐、啊，将来成就了。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于令众生，你看，生明因果，知我行善，饶益众生，造福人间，以此回向同生净土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现在就要学。啊，这一部经里头，因果的道理讲得很清楚。啊，确实，这四个字本经具足，声明因果。啊，特别是32品到37品，啊，全讲的是五戒十善啊，善的这个果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讲得很清楚。
很明白。啊，我们净宗同学把这一期评鉴定作晚课。啊，晚上读诵这段经文，反省自己。啊，经上所说的恶行，我们有没有造？有则改之。经上说的是善因善果，我们有没有？没有要勉励。啊，一定要真干，断恶修善有标准呐。啊，所以恶要止，善要行。啊，要发心饶益有情，就是利益众生。啊，众生需要的，啊，是正面的，不是反面的，那我们就得要帮助他。啊，众生干杀盗淫妄，我们不帮助他。啊，众生想断恶修善积功累德，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饶是丰饶，就是最好的利益，最高的利益，就帮助别人。啊，舍己为人呐，造福人间呐。没有这些真实的功德，你回向是假的。啊，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回向，以为念几句经文就有功德了，不是啊。那个经文你真做到了就有功德，你没做到了没有功德。啊，所以经不是念的，也不是讲的，是要你真正去做。真做就有功德。啊，阿弥陀佛做到了，全做到了，所以功德大。啊，我们天天念，天天学习，天天讲，如果没有做到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六道还是照样轮回。啊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哎，第三点，礼佛献光，慈惠之四众，慈惠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四众，出家的男众女众，在家的男众女众，接近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这个词汇就是我们现前，我们现前这一回，啊，真修，他真有感应，啊，经上讲的很好，他不是假话。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我们也曾经见过，听说就更多。有一些道场，啊，有感应现前的，看到莲花，看到佛光，看到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。啊，这都是瑞相啊，这不是迷信，不是人为的，人变不出来啊。而且看到不止一个人，啊，甚至于还有人把他录像、照相下来。啊，我在国外拉了僧给我看。啊，这时诸佛菩萨
来给你做见证，来鼓励你的。啊，告诉你修行功不唐捐，帮助你增长信心，用意在此地。啊，所以见到、听到、接触到了，应该增长信心。啊，努力精进，求生净土就对了。普令见者护意，闻者生信。啊，这个利益就是增长的信心。啊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这第四点，行遍地疑尘，是疑惑未断，但任念佛修善，愿生极乐者得生之处。这种人也不在少数。抱着什么心态呢？试试看，也拼命的念，那果然有极乐世界，我不就成就了吗？没有嘛，不就算了。啊，反正我念佛不是做坏事。啊，他带着这个疑惑去往生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不入品，品是什么？品位。好像正科班的学生，啊，他不行，他进不去，啊，他要到外面先修班、预备班里面去上课，啊，什么时候的真性一断了，他就入品了，啊，就下下品往生了，啊，他肯定是下下品、下中品、下上品一层一层往上提升。啊，这是带着怀疑的心吃了亏了，不过也很好。啊，他也不会堕落。啊，在疑尘里面的时间500年，这个500年不是极乐世界的500年，我们人间的500年。啊，也就是往生到疑尘500年才能入品。500年是最长的时间，也有人在疑尘里头几天，哎，他就入品了。那什么？他觉悟了，他知道错了，啊，怀疑是错了，所以一忏悔，这障碍就没有了。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。自己真要忏悔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借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于意之所生啊。这说明啊，因我们造的罪业，造的罪业要算过去的账啊，过去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啊，我们所造的罪业多了，不止这一生啊，这一生没做，前世有没有做？再前世有没有做？生生世世，如果你不造业，你为什么会轮回？啊，你既然搞轮回，那你就得想到，你肯定在造业。既然在轮回，也能够肯定，在卧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段，什么道理呢？如果我们冷静认真去反省，我这一天从早到晚，我的恶念多还是善念多，就明白了。
啊，为自己的念头多啊，为别人的念头少啊。这就是罪业。啊，世间人不认为这个是罪业，佛法认为这是罪业。为什么？佛法头一个观就是破我执，念念为我啊，是增长我执。我执破不了啊，我执破不了，小乘虚脱还果，这没办法证得。啊，大乘像华严经，实性为菩萨，初性为的这个地位你得不到。为什么？他要破我执。啊，金刚经上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才是。初心菩萨才是虚脱还果啊，所以为自己不行啊，错了，为自己永远搞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常常勉励大家，我教人十六个字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我说得很明白，真正做到这十六字，我说我带你到哪里啊？带你到佛的门口没进去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标准。要进去要用佛的标准，我这个标准不能进门啊，我只可以带你到门口。那要进去呢，那你自己一定要遵守佛的标准。佛的标准要断见思惑啊，断见惑啊，见惑头一个身见，第二个边见，第三个见取见，戒取见啊，最后一个邪见，五种见惑破尽的，你真虚脱还果，那叫小乘初果。在大乘的时候，你是实性位的初心，你正式上大乘小学一年级了。啊，往上去多少个级别呢？五十一个。像念书一样，五十一年级毕业，啊，你现在才一年级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念念都想到自己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念念都在增长我执，没有把我执淡化。啊，佛很慈悲，知道这个东西难，众生习气太重，叫我们从哪里做起呢？先从放下我所做起，比较容易。我什么？我所有的，叫身外之物。啊，先从这里放下。啊，然后最后把身再放下。恭喜你，又入门了。这一入门。功夫得力了啊！为什么这个一入门，真威不退啊？初果，大乘初信位，他证的这个位置，不会再退堕到凡夫。三种不退，第一个不退拉倒了。虽然还没有出六道轮回。啊，他烦恼习气很重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保证不堕三恶道。啊，不管有没有佛出世，他肯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有佛出世，他是阿罗汉；
没有佛出世，他叫辟支佛。啊，叫独求。啊，不要等到第八世，天上人间七十万分。啊，那么在大乘呢，七性位的菩萨。啊，十性里头啊，你看，从初性到第七性，初性等于须陀洹，七性等于阿罗汉。啊，于是乎，这十性位的事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十性位是十法界。啊，初性到六性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他在哪里呢？人间天上。啊，大概二性位还会到人间来一次，三性以上不到人间来了。啊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欲界天、色界天。就是这两层天，两层天里头的往返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把它位置来配，阿罗汉四国四相啊，出国相这个不说，他没有位置，出国才有位置啊，出国等于。华严经十性位的初性，那么二性位呢，就是二果相；三性位呢，是二果。啊，四性位呢，是三果相；五性是三果。六性位是四果相，七性正四果阿罗汉，六道超越了。啊，那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。啊，那么他再提升，再提升一级，就是圆觉。圆觉是八性。啊，圆觉在上就是菩萨，就是四圣法界菩萨，菩萨是九性。在上就是佛，十法界的佛，佛是十性。这就是华严经十性的菩萨。啊，你看跟小乘一配合，清清楚楚。啊，没有出十法界。啊，出十法界。他的条件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破无明啊，无始无明破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，所以设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你有设法界的业，你就见到设法界。你没有十法界的业，十法界就不见了。啊，你有六道的业，你见到六道。阿罗汉没有六道的业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啊，诸法实相啊，如是如是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的。啊，练不到，练总比不练好嘛。啊，总有那么点影子在嘛，就练习嘛，练习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这叫真功夫。
啊，是修行有功夫。什么是功夫？放下是功夫。啊，你真干，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，不计较。啊，计较是执着，啊，就是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。你就练这个功夫，真功夫，这个是决定带着走的。啊，如果你不肯放下，你亏吃大了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出不了轮回，你就要常常想到轮回苦啊，它太苦了。啊，这何必呢？啊，这些事情除了佛经之外，谁都没讲清楚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看到佛菩萨的慈悲眼，啊，他真的了，他明白了，把他所证、所见、所闻，统统告诉我们。啊，让我们有能力去辨别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啊，假的要放弃，真的要抓住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能得救啊！啊，遍地疑尘，因为疑惑未断。啊，但是他还念佛修善。愿生极乐，所以他升到遍地，升到遍地，其实讲也很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永远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遍地最长不过500年。啊，肯定他就啊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威神帮助他。断疑生信，最后本经流通分赞叹念佛，劝于此经生导思想，将来经灭了，独留此经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解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世尊赞叹念佛，而且劝我们对这部经啊要生导思想。啊，导思是佛啊，他来指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啊，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那么对这个经要尊重啊，这个经才真正的法宝啊。我们得到经这个品题里有一品，如品得宝。六道里面众生都品呢、啊。没智慧呀、啊！啊，六道里头的轮回，冤冤相报，相报啊，他止不住啊，苦不堪言呢、啊。那么你得到这部经，你就能解脱了，你就能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这部经要当作宝来看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丢干净的不要紧啊，我们要抓住这部经啊。啊，要认真学习，要常常读诵。啊，知道多少就讲多少，欢喜为人演说。一个人也讲，两个人也讲，什么地方都可以讲，什么形式都不要拘束。
你便便讲，便便有误处。你讲给别人听，这就是功德布施，法布施啊，无为布施啊。里面还有财布施，什么财呢？内财，我把我的时间布施给他，我把我的精神体力布施给他。讲一个小时，这叫付一个小时，这是物质啊，物质是财啊，所以给人家讲经教学的时候，时间长短不拘，5分钟也是，3种布施都有。讲一个小时也是3种布施，财法无为通通都有了。那么换一句话，用世间话来讲，你得财富，你得聪明智慧，你得健康长寿，你怎么来的？欢喜为人演说，演重要，演是什么？表演给他看，我做出来给你看。其实我也不是有意给你看，为什么？自然是就变了嘛。哪里是故意装给人看的？不是的，自自然然就起变化了。从前心浮气躁，现在心神安落，它就变了。以前愚痴，现在是就感觉到有点智慧了，那就不同了。以前见到人不会笑，现在见到人都是笑眯眯的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这就变了，人就变了。当来经灭，多留此经，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。佛法会灭的。还有多久呢？还有9000年。照中国古大德他们的这个纪年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，末法是10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总共佛的法运就是他影响的时间12000年，现在已经过了3038年。那我们算末法，我们是第二个1000年，才38年。后面时间还长，地球不会毁灭，因为佛这个法运是在地球上讲的，就指地球的运。地球上有灾难，地球不会灭亡，地球不会毁掉，有佛力加持的，只是我们现在的人心不善，相信科学不相信佛法，感召来地球这些灾变，这些灾变就是警告我们，也是惩罚我们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回过头来了，这灾难就没有了，从慢慢减轻到最后就没有了，世界就太平了。常念不绝了，就得道解，念经念佛。常常念，不要间断的。你将来得道，这道是什么？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悟，你就快呀，你很快会得到啊。如是妙法了，信的信听闻了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这两句是经文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的如是妙法是智者不见，我们有信听到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法喜充满，普劝众福修善，念佛发愿往生净土。这是念老，在幕后这第四大段，他把它分成四卷的第四大段，从第30品到第48品，这个一大段的大意，
分为五个重点，给我们做简单介绍。那我们这次在日本分享这一段，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下面经文呢，大概明天后天，大后天，我们在高雄继续讲。